啱啱个邻居话俾我哋听，我哋个胎好腍啊，所以我哋而家去封一封佢。应该系鬼佬胎。带大家去墨尔本越南街度食粉啊，系我最中意食嘅粉。点多豉油都系甜噶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准备开始啦，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订阅啊！由于我哋唔知道点解架车个胎系漏气啦，所以我哋就去泵下佢。我哋而家去泵一泵佢。咁喺每一个加油站嗰度咧，都会有一个 air 嘅，咁就可以泵气，系免费噶。不过我想我条胎都是有事的了，是时候 check check 佢。咁今天是带大家去 Footscray 的，那里是墨尔本越南区之一。因为我今天实在太想吃粉了。咁 Footscray 除了越南美食多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大型的寺庙。咁那里是个天后庙来的。而这个天后庙在2014年成立，咁就非常近墨尔本市中心的。应该是鬼佬胎。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嚟到 Footscray 啦。呢度咧系越南街嚟噶，系超多越南铺头啦，超多越南杂货店啦，同埋超多粉可以食啦，越南嘢食。我哋而家去紧一间我哋经常去嘅一间越南餐厅度食饭。而在我哋前面呢一条咧，就系Footscray 嘅主街啦，咁就系比较多粉啊店铺喺侧边咁样嘅。如果搭火车嚟咧，其实都系两三个站咯喺 city， 但系嚟到呢度咧就好似翻以前年代一样咯，比较旧式少少。就系我前面呢一间啦，粉红系好多人嘅，呢间系超受欢迎，超级多人嘅。咁呢度個餐牌都好簡單啦，都係啲面啊、棒啊、drinks 咁樣，賣佢會有個茶跟翻俾你飲。呢度嘅越南鋪頭咧，好多都會有跟茶俾你噶，可以無限飲飲茶。老爺飲茶。哇！碗面嚟啦，超大碗啊，超大個碗仔。搣啲薄荷葉。擠啲檸檬汁，撳埋啲芽菜落去，有牛肉啦，哇，生牛肉，即係有牛丸啦，又仲有好香牛肉湯，仲有啲牛排葉啦，牛展啦，好好飲啊個湯。另外就係 order 咗呢個蝦春卷，正常係包菜食啊，不過而家已經飲住。之後就嗌咗呢個豬頸肉撈檬粉，咁就將佢個汁倒落去。越南咖啡，呢个系白咖啡嚟。我哋而家食饱啦，准备落雨。我哋谂住去海鲜店买海鲜啊，翻屋企。天有不测之风云，月有阴晴。今晚明明好好天嘅，而家就准备落雨啦。哇！呢间海鲜铺系超级大间嘅，
佢本身係一間雜貨店，而家裝修到成間都係海鮮啊！哇，超多班啊！龍等嚟嗰啲，你又想食龍蝦？你過嚟呢邊睇下珊瑚，哇！好大隻啊，啲蜆，新鮮蜆嚟喎，超級大隻喎。哇！呢啲係咪絲蠶啊？哇！絲蠶都咁大隻。超大隻，好大。咁呢間海鮮店咧就位於西區啦，咁就係比較多款式嘅海鮮賣嘅，但佢嘅價錢咧對比喺出面可能都係爭幾蚊咯，佢呢度會貴啲啲，因為佢都唔係出名平噶啦，係多款式喺度啫。鹹魚啊？清蒸。你鹹魚。真係咩海鮮都有，係乜嘢海鮮都有喎，有雪花蟹同埋黃鼻蟹。Frozen 嘅龍蝦 ，Frozen 嘅蟹，仲勁大條龍蝦尾。牛肉啦，放骨牛肉喎，羊肉，扇貝、帶子都喺度。哇，好似好大隻。你應該是要給阿叔啊。好。OK。1.3 kg。欢迎来到轩哥的厨房，他要即将处理这只新鲜的龙虾。現在我們就把龍蝦放進焗爐了。 Hello, my friend. 我們現在準備吃我們的刺身了，正不正？還有少少的小茄在這裡，超新鮮喔，你看我這樣。哇，這裡真的很美啊，切一大球都好吃的。好甜喔，它的肉，真的很甜。點了豉油都是甜的，你明不明啊？是超級新鮮，就超級甜喔。虽然我吃得很开心，但都想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们刚才是有一点被压秤的，我们在那个缸里捉那只龙虾出来是68元1kg 的，捉到上来的时候我们问他一共多少钱，他就说98元1kg， 之后我们就说那里标价68元，之后他就说原本98的，我计你78啦。我们最后就算了，
就照俾钱啦。不过整体嚟讲咧，喺啲海鲜都系好新鲜嘅，但系俾钱嘅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咯。咁今日条片系咁多啦，好多谢你今日嚟收睇。中意嘅话记得揿 like share 俾朋友，仲有记得订阅我。今晚我个钟仔，拜拜。